是无名越久哈，无名化程度越深，我要变成说殖民越久，变成这个差太多了。外面要访问哦，要先确保他们的翻译人员哦，那个要够精确。亚洲的历史也好，四个华人地区，台湾、像新加坡、香港跟中国，有发现被殖民越久，官越高级，还蛮丢脸的。是啊。可以，你说不能讲实话是不是？哈哈哈哈哈！被殖民久不是怎么回事？你看呢，新加坡殖民最久，因为新加坡比香港好，香港比台湾好，它比大陆好。我说文化差距，对我跟你讲，我去过越南，你呢？我也去过大陆。虽然越南人看起来很穷，但是看到红灯要停。看到绿灯可以走，走路靠右边，这个没有花20年训练不起来。虽然中国的 GDP 比越南高，但是你要问我都卡去了，越南还是比较好。我说我第一次以为他不是英文看出来，说如果是这样，我是用中文讲的，我第一次讲殖民就是这样。那事实上是我自己在这个事情的没有解释清楚的。那所以如果我错了，就说我错了，就这样。